透明展示橱窗，航空母舰的作战机。OK， 二十一寸应该不是因为这是我们公司没有那个大设备。对，可是液晶的面板不应该受到尺寸的限制，不是？你放的越大，你越多液晶，你越什么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六十寸你可以做，只是我们公司没那个。要考虑，我们没有那个线的。有没有人买？对，然后价钱的问题。啊、你做大的橱窗一定有人买啊。对，只是说价钱的问题。钞票，这很便宜啊，这很便宜啊。对啊，因为你只有一斤而已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平衡板什么都全部都没有。所以他是把背光拿掉，用半镜光，只是把背光拿掉，只把背光拿掉。那其实他可以做的还不会很贵啊，不会很贵，超便宜。那有可能做到超大尺寸吗？哎，我问公司没事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问公司就要买，所以可以。应该说有没有机会定做？可以啊，有钱。当然，如果客户定一个一百寸的，我们没有那个设备。哦，你是说去没有一百寸做到那么大的？对，我们最大只能到21.5。哦，没有行路难。这可以做软板 ，OK， 已经可以做 flexible， 只是我们也没有那个 flexible 的设备，但是我们已经有做 demo 品出来。